我想转化的。时间了，再过来一点。海清一点点，对对对，人很多，海清海清，再往后推一点，太多了，再过来一点。要这条线，再推吗？橘色那条线，橘色，哎，会站两排，会站两排，等一下，不对，太多了，也不够啊。要再退吗？等一下，确认一下，没有要再退吗？来，班长再请。这不行啊！要退，快两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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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再退，退到底线，对哦，退到底线，谢谢。在小美旁边，对，讲吧，好吧。就是有人讲话有礼貌。好，好，哎。不要。他可以帮我先试一下音吗？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听得到吗？反光。首先要请两位，领队讲一下，就昨天晚上有没有紧张到失眠啊？有没有什么战术可以分享一下？有啊，小杰一定会有。来，小杰你说。我没有紧张到失眠的，我是真的睡得蛮好的，一点都不紧张啦。因为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已经是第三季了，然后是第二次进台北的小巨蛋，那第二季其实也进过高雄的巨蛋，所以实际上对于这种大场面，我觉得对小杰来说应该也蛮稀松平常的，但是我相信对第三季的选手来说应该是既期待又兴奋的一个心情，那我想这个状态好不好应该他们自己会知道。你说应该有信心再次打败红队吧？这我觉得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好不好？那小杰要怎么说呢？什么？小杰要怎么说呢？怎么说？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还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要拿总冠军，还是要需要我们的同意才有办法嘛？对。是开始呛虾的意思吗？没有，就是。你有看到他今天有剪头发了吗？这是战略吗？是战略吗？没有，就是比较精神一点啦，对。那两边队长们互相抢下一下，像黄子啊，对啊，叫嚣一下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比较是良性竞争啦。然后，因为我们私底下每个还是很照顾我们所有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很冷的天气练习射箭，每个还是他是照顾两队，就是不止蓝队，还有红队。对，所以蛮开心进来这个大家庭的，就是私底下其实也跟蓝队队员其实也不错。对。那现在丢丢妹上身可以吗？因为好像。One two, red fire。你们都是 red 好的吧？没有啊，真的很 free 啊。对。他们对他们已经在那个跟他们一样，我们的口号吗？然后气势不能输啊！来，吴飞，吴飞，阿呼那个阿呼啊，对啊，啊没了吗？来啊！阿呼，全部阿呼，刀枪不入。因为在这么多人面前比赛，会不会觉得就是会有压力或紧张？就是要怎么鼓励团员们之类的？我觉得因为这次是例行赛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是在争夺奖杯数，其实真的观众进来看是看到我们在电视上播出的一样是 live 的，我们自己也是，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听不到主播他们在旁边讲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们今天是听得到的，所以表现好与不好是马上会被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进来的观众可以看到一场好的球赛，这才是重点。对对对，才能够让他们值回票价。嗯。吴飞他今天有来吗？哦，有，他刚。飞飞。他被挡住了。你伤势怎么样？我伤势目前还好，因为我觉得在受伤的时候，包含蓝队还有前姐，然后甚至翔哥还带我去针灸。嗯。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来到小巨蛋了，我觉得只有上跟不上，没有痛或不痛。对，哦，一定上，一定会的。嗯，有了，他已经说好，他只就是今天要睡在小巨蛋的那个打算了。我已经打算死在小巨蛋了。严重严重。所以右脚踝现在状况怎么样？右脚踝现在状况还不错。嗯。有恢复大概几天？我觉得都来小巨蛋了，就是。最近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在想太多。没错。那你新歌的状况怎么样？你说不在场祝福吗？不是啦，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吗？就是我有发一首新歌，各就各位，然后大家可以去听，这样。
恢复蛮快的，然后真的也谢谢就是前姐，然后我们红队蓝队的各方提供很厉害的医生，基本上应该已经九成了，然后我上礼拜就已经回归比赛了，所以今天小巨蛋一定是全力以赴。那你哪里受伤了？我心里受伤了。没，因为就是前几天也是在一直训练躲避跟巧步，然后可能就是也是吃到一点蘑菇，对，所以现在是有点怕怕的，但我觉得等一下也是也会带上上阵，但我觉得是小伤，还是会为团队贡献这样。嗯，那你可以比一个赞吗？可以站着起来吗？那好像领队有那个补助。哦，对，所以我要请观众吃鸡排。对，因为今天请大家吃那个吃很好吃的汉堡，嗯，我们是吃汉堡。那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所以我们就两个就赌了。今天最后一项拔河，谁赢了，对方就要请我们加油区100份的汉堡。哦，对，所以我们今天蓝队的那个加油团有福了。有，不是这样说，不是这样说，没有话就是没有话，没有话就是红队的粉丝也有福气啦，就可以吃到这100份。好啦，不管怎么样，我想进场来帮红蓝两队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晚上，一个飨宴啦。对，小杰，今天那个蓝队好像来了很多，就是一二季的那个加油团，那红队这边有没有？哦，真的吗？蓝队有来很多，我们红队也来蛮多的。来蛮多。对啊，我们红队有。我也来了，我也来。加油！加油！对，对，我们也有来了，我们也有来。对，嗯。会不会担心气势马上就落掉？不会啊，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情况怎么样，我觉得成就一个比赛都是很多人的功臣啊。的确，对啊，那就是享受比赛，然后给整个观众一个好的比赛。小玉之前说那个练习的时间很难兼顾家庭，大家甚至有点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你要不要讲一下到底是有多困难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老婆现在是怀孕8个月，所以必须得常常去观察她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基本上这2个月多吧，大概都是早出晚归。就是基本上回家见到他就是可能1-2个小时就得睡觉了，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在中间都没有时间办法陪他，连产检这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就是好好陪伴他，我觉得自己很愧疚，所以如果不得总冠军我觉得会对不起他。对，然后他我老婆今天也有来。哦，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这件衣服有2个颜色，那他是穿我的另外一件杨奇玉，所以他是穿红色的，他没有啦，他还有白色的、啊，对，我还有白色，还有白色的，对，因为其实要警告任何所有想来这个节目的人，你要好好的安抚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家庭，因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需要时间，然后需要体力，然后需要体谅，对。那你怎么跟太太沟通？就是一回家就道歉跪下，就是跪下，对不起，对我今天又练到这么晚。那其实跪久了他也习惯了，对对对，所以希望就是太太今天可以好好看我，就是平常都在干嘛。对，小美，那个小玉讲的你有感吗？当然啊，当然当然，但是下跪吗？没有啦，因为家里也是蛮支持我来的嘛，所以。就是自己还是要懂得去分配这个时间啦，对。但是当然，确实加入了之后，真的比较少的时间陪到家人，对。但是其实也快了啦，其实时间过很快，大概也剩在1个多月而已，其实还 OK 啦，家里是能够体谅的，嗯。我们也是你的家人。所以啊，所以我现在很多家人啊，对对对，所以不会觉得孤单。我们有红包嘛？过年要有红包了。哎，对啊，过年给晚辈啊。谢谢哥。不是红包，我们撕掉了。不是红包撕掉哦。蓝色的，蓝包。王姐，那你今天弟弟有来吗？有啊，他有来。那他会帮蓝队还是红队加油？我早上看到他好像是穿蓝色的衣服。但没办法啦，他还是必须得坐中间，因为我们两边比较没票了。他只能在中间比较中立的看，但我觉得他以学长的身份，不管哪一队赢，他应该都很开心。是你叫他来的吗？因为他自己想来的。
他来看前姐了，对，不是来看你的，他我们天天都在家里有点腻了，看你的，看你，只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的就是可能我必须得先去跟小玉的老婆说声对不起了，总冠军我们也要，哎呦，啊，我老婆说那个想都别想OK 吗？各位，谢谢。谢谢。来左手边，左手需要你的中间，等一下我会开一开正好。来看右手边，看这边，左手边，斜左手边。好，来，再帮我看中间一张，来，全部人看中间哦。好，三二一。来左边再一次哦，左边，左手，左手，左手边。开始开。对啊，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那个展哥再去一起加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大家 hold 一下，大家 hold 一下。好，好，来，来，来，对视右手，对视左手。没有了，站立讲。站立讲，站立讲，好左。站立讲，好来。可以吗？要站起来呀。好，来，站立讲，来，来，站立讲，中间。来，我们视线从左，从左边开始，来视线，来左边，来，来这台，这台，慢慢走，慢慢走，来视线慢慢到中间，来视线来最后到你的右手边，来右边，麦克要怎么叫大声啊？低笑，我还没有到大声哦，我还没有到大声哦 ，OK 了吗？好，好，下课。谢谢。